日，有网友拍到一组蔡徐坤烟熏妆的照片，照片里蔡徐坤穿着一身黑色铆钉衣服，扎着小辫子，脸上画着浓浓的烟熏妆，朋克暗黑风格的造型让网友惊呼，果然是有颜人心啊，长得好看的人不管是什么造型都能 hold 住呢。据了解，这是蔡徐坤今日发布的新 MV《Hard to Get》中的造型。MV 中，蔡徐坤演绎了三个风格迥异的角色，进行了自己对歌曲的独特诠释。芒果捞新闻，期待坤坤更加多变的造型风格和更加精彩的作品吧！报道。